前我父亲在这嘎秧草，啊，就在这片儿，那个靠道边上那个有些地方草矮哈、啊，草矮那个西部地方吧，细瞅吧炮弹能瞅出来，这一个仨俩的，有时候说拎到头拎到尖就哎就把炮弹就给勾出来了，咕噜个了就。嘎嘎吧，有点水，有点有点杂草里头，完了甩着甩着，完了往玻璃盖这么拽着拽着，当时也没咋地啊，就嘎完晚上就回去了，回去到哪呀？到后半夜，哎呀，就血嗷嗷叫疼啊，脱了衬裤，叭一看呢，那透红起泡了就，啊，整个这片都啊，整个烂，从大腿根到玻璃盖这一溜全是。黄春盛老人当时沾染上的液体，被当时在当地行医的原日本开拓团医生佐藤厅认了出来，那是侵华日军战败后遗留的毒气弹流出的液体。虽然当时经过治疗，老人保住了性命，可是后遗症却折磨了他好多年，直到去世的时候，老人还被病痛折磨着。治好了，反正以后也有反应，下雨阴天也是疼啊，就下雨阴天疼的邪乎。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逃过了战后的审判，然而那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危害却没有停止，那些被日军秘密埋藏或随意丢弃的化学武器，由于大部分地点都没有公布，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并不知情。据不完全统计，战后60多年来，已有2000多名中国人受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伤害，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员和环境处于这些化学武器的严重威胁当中。生活在锦和农场的何长安老人今年已经72岁。1946年，他和家人生活在原黑河地区瓦别拉村，因为意外地受到日军遗留毒气的伤害，姐弟5人，4人死里逃生，最小的弟弟则死在了医院。就是日本就在投降以后第二年上这个他那个兵营里头，人家都是捡去，那叫捡洋烙，捡洋烙，捡点什么破铜烂铁的，什么铁皮了，乱七八糟的。那天这个我父亲说，三儿，咱们俩，也去这个赶着马车，拉着你，咱们这个去看看还能不能捡着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完了，这个我父亲俺们两个，坐着马车，赶着马车就去了。何长安老人所说的大营，就是侵华日军驻孙吴的兵营。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当时在孙吴驻有近10万日本关东军，号称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日军战败撤离后，遗弃在兵营的各种武器装备成了当时老百姓眼中的稀罕物品，当地人称为捡洋烙。可是让何长安和他的父亲想不到的是，他们捡回去的并不是洋烙，而是满满一桶毒气。这个桶的颜色呢是绿多黄少这么一种颜色的这个桶。我父亲说，哎呀，这桶挺好，这一看挺干净，说这玩意儿咋没人要呢，完了就把那个桶盖拿石头砸一砸，砸砸不就砸开了，砸开闻一闻，说哎呀，这个玩意儿好像是像那个苍蝇水似的，就跟我说，他说三儿，这咱们这个拉一桶回去，别的玩意儿也没捡多少，说这个苍蝇也多，咱们这个拉一桶回去，这个打打苍蝇看看，就这么着拉回去一桶。就这样，何长安父子把这桶所谓的苍蝇水拉回了家。
就是这桶东西，让他们一家人陷入了灭顶之灾。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吗？闻着就是苍蝇水味儿。完这个抽了一点儿，一共搁屋里就打了三下。何长安父子拉回来的并不是他们认为的苍蝇水，后来经鉴定，那是一桶日军遗留的混有芥子气的毒气罐。他第二天就不行了，哎，这个我这个小弟弟也喘也上不来气儿，完了这个泡起大的就糖黄水了。说哎呀，说是爹，你快看看这孩子吧。说不行啊，咱这个赶紧去治去吧。你这仨你看，眼睛也都不行了，都肿，脸也肿，这怎么回事？你这一家子人这是怎么的了？得什么病？就在中毒后的第三天，何长安的父母就带着五个孩子去了黑河一家医院。其中四个孩子因为中毒较轻捡回了性命，而最小的弟弟却再也没有回来。越治越重，一开始不就是这个水泡糖黄水，后人就开始溃烂了。溃烂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一开始吧，就是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开始淌黄水，这个水泡底下就开始溃烂，一直就没治好，一直就死到黑河了。从医院回来之后，何长安的父亲和爷爷就把捡回来的那罐液体埋了起来，直到1954年。当地有关部门调查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时候，才又挖了出来，并且被集中掩埋。那么1954年，当地政府和武装部门在民间搜集了很多这样的化学炮弹和这个两桶芥子气，500多发炮弹就集中掩埋在孙吴城镇的北山荒郊野外。2004年7月23日，就在黄春盛老人当年被毒气弹伤害过的吉林省敦化市马路沟附近，在过去58年之后，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而这次被毒害的是两个10多岁的少年。那阵放假的时候去那个奶奶家玩，完了之后那天下午，因为夏天时候天热嘛，完就去河里洗澡。完了之后我们是4个人，完了之后我们就是河里洗澡，完了之后我们就大家就一起建议说往河上面走。完了之后我们就在河里面往沿着河岸往上面走，完了之后走了能有挺远了吧，完了之后都说不想走了。完了之后在回来的途中就碰到了那个炮弹，发现之后我就用那个小棍儿，然后去捅，然后里面流出的液体，然后溅到刘浩身上，然后就，然后后来我抱着炮弹的时候，然后里面的液体也流到了我的身上。刘浩和周彤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当时碰触的那枚炮弹是一枚装满芥子气和路易士气混合气体的毒气弹。是侵华日军遗弃在敦化的几十万枚毒气弹之一。24号早上见到他是这个
三个手撕做成七那个炮，七挺大的，都是长的，都粘到一起了。这两个缝手这个水泡粘在一起，都并拢不上了。我就是给它挑了，把里面这个那什么液体水什么我都给挤出来了。被送到敦化市医院之后，医生对周彤和刘浩做了紧急处理，初步诊断为芥子气中毒。我们当时不能让我们去见孩子了，就是不让我们去见，光是我们搁外面就是光问那护士怎么样，要是护士可以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人说，或者人有任何他说这是中了一种毒气弹，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毒。这不两周以后黄教授来了以后，完说是芥子气和路易斯剂混合剂，他说这两个孩子中毒。当时我们那种才知道，特级护理，当时由一级由二级到一级到一级到特级护理，当时是吃饭啥玩意都搁那个什么病房里吃，家长能干啥能那个能见面，能待一会儿。就这个有医生，就有那护士特护，24小时特护。由于刘浩被毒气弹伤害的最重，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芥子气行之有效的治疗药物，因此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刘浩的父亲痛苦万分。大概是住院2个星期左右吧，就是手就是那地方已经开始不怎么流水了，完之后大夫说那个地方的皮不好，要那个刮了，所以说那个当初就把那个皮给刮了。因为当初那个大夫说那个因为就是主要是打麻药的话对以后那个伤口恢复没有好处，所以说就没打麻药。完之后就是当时那个疼啊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也是不愿意想起的一个事情嘛。不打麻药，给这个8岁的孩子就给这个床上摁上以后，这个手脚都有这个护士什么都给摁着，就是当时搁手上就开始刮。这孩子当时是哭的，刚开始是哭的动静越来越大，后边就哭的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就是嘶哑的，就是哭不出来那种，就是把嗓子哭哑了。就是你看当时哭完，我们就搁我外面等着，我们那个院长就是来。就是开门的时候他老人家都是也掉眼泪出来的，出来后完他说的那个他说刘鬼你们就赶紧进屋去扛这孩子，他说这8岁的孩子尝到了就是成年没有尝到这种是一种痛苦，要是我一听了我也行，我当时我也就想那个心里我就想就掉眼泪。当时这个护士把这个床单拿下来的时候，给我们拿到门外，让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这个床单，这孩子当时刮骨就出的汗，当时是那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大字。当时他手和腿当时是用护士那个绑着摁着的，所以他出的汗就是给这个床单都是湿透了。完了，护士拿到走廊给我们看，他说这孩子是遭到了这个。大人都没有遭着罪，他遭罪，你看就是已经都湿透了。哎，要说我信那种啊，我说我当家长那种，我那种心疼，我都想我都碎了。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周彤和刘浩相继出院了。虽然出院了，但是他们的病情并没有痊愈，时至今日他们的身体仍然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同时在生活当中两个孩子的心理也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心灵上身体上都有影响。他以后出院以后不几天就不念了，辍学，都说他了，就好像有点歧视你。我的打算，以后打算走出敦化，然后换个环境。
他的身体现在是记忆力快下降，免疫力下降，完就还有这个近视，还容易感冒啊，他这个身体这个免疫力容易感冒，每个月反正就能弹那个两回三回啊，总感冒的，那咳嗽反正也有。他就是身体状况，现在是这样，就伤口呢，就是下雨天一类这个刺挠啊，完了就是这个皮肤这块，我听大夫说这是终身的后遗症这块。如今距离周彤和刘浩被毒气弹伤害的时间已经过去7年多了，7年多的时间并没有让两个无辜少年从当年的伤害中走出来，他们将终生生活在这种伤害之下。で、私が思ってるのはですね、その毒ガスのその被害っていうのは、先ほども言いましたように全身が被害を受けて、で特に目には見えないんですけど、外から見ると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も、中枢神経、神経障害に陥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きな被害です。で、これは本当にその人の人生ですね。楽しんだり、喜んだり、悲しんだり、で勉強したり、苦しいことがあってもまたいいこともある。そういう人生をなくし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ろしい被害が毒ガスだと。しかもそれが進行していく。就是那一场战争，所以咋的，给当时给老的那一辈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没想到到了90年代以后，我的儿子能又受到这种伤害，我是感到最气愤的就是这一点。当时知道这个有这炮弹，但是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没事，要不敢说我的儿子他不至于受这么大伤害，也不遭这么大罪，给我家庭方面也不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2008年1月17日，刘浩和周彤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要求被告日本政府承担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的赔偿责任。日本軍は国際条約で禁止されていた毒ガスという兵器を中国大陸に使用するために持ち込んで、でそれを土に埋めて隠して置いてきた。でそれを戦後何年もほったらかしにした。ほったらかしにしたものだから知らない中国の一般の人たちが知らずに触ってしまって怪我をした。如果2004年那个夏天，刘浩不去奶奶家跟小伙伴玩耍，就不会被毒气弹损伤。可是如今，他想回去也不可能了。就在周彤和刘浩被毒气弹伤害过去4年后，2008年，刘浩奶奶家所在的莲花抛林场居住区整体搬迁了，因为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炮弹。如今这个村子的附近有关部门已经建立了处理日遗化物的基地。我就看到的，他们正在推房子嘛，就是推土机推房子，当时他推的时候吧，就是日本那个代表团跟着，就有代表跟着，完了还有咱们日语化武的全副武装，都那个穿的防化服什么的哈，跟着他当时他们就推出来房子，什么房地基底下那个炕里边，园子里边都推出来有炮弹。哎，当时我看着的时候哈，真的心情很不好。我当时我就寻思，哎，这个地方存在这么多的炮弹，我们就在炮弹顶上睡觉，在炮弹顶上吃饭，就是太零距离了。完了就当时才那个时候我们才感到哈真正的可怕。当地的村民还保留了一段他们当时拍摄的录像，看着自己每天生活的地方挖出一枚枚各种各样的炮弹，村民们非常后怕。这么多年
村子里绝大多数人都疾病缠身，癌症并发率居高不下。老人什么的受害是表现，就是癌症率呢，当时我们统计是达到86.4%，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病呢就太多了，像皮肤病啊，这个皮肤病、胃病，这些个病呢，那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有。作られたものがね、結局一毒ガスとして生きてるわけですよ。毒ガスというのは死なないから。だからいつまで経ってもその被害はね拡大しちゃうわけですよ。で結局土壌の汚染がありますよね。地下水を通してですから井戸水を飲んだりすると汚染された毒ガスで汚染されたものを飲んじゃうと大変になる。距离上个世纪那场战争已经60多年过去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伤害却还在继续。那一枚枚埋藏在地下不为人知的毒气弹仍然时刻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和安全。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都以失败告终。那些被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过的人们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曾醒来的噩梦。以前我父亲在这嘎秧草啊，就在这片儿，那个靠道边上那个有些地方草矮哈、啊，草矮那个西部地方吧，细瞅吧炮弹能瞅出来，这一个仨俩的，有时候说拎到头拎到尖就哎就把炮弹就给勾出来了，咕噜个了就，嘎吧有点水有点哎有点杂草里头，完了甩着完了往玻璃盖这么拽着，当时也没咋地啊，就嘎完晚上就回去了。回去到哪呀？到后半夜，哎呀，就血嗷嗷叫疼啊！脱了衬裤，叭一看呢，治好了，反正以后也有反应。下雨阴天也是疼啊，就下雨阴天疼的邪乎。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逃过了战后的审判，然而那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危害却没有停止。那些被日军秘密埋藏或随意丢弃的化学武器，由于大部分地点都没有公布，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并不知情。据不完全统计，战后60多年来，那透红起泡了就，啊，整个这片都啊，整个烂，从大腿根到脖子盖这一溜全是。黄春盛老人当时沾染上的液体被当时在当地行医的原日本开拓团医生佐藤厅认了出来，
那是侵华日军战败后遗留的毒气弹流出的液体。虽然当时经过治疗，老人保住了性命，可是后遗症却折磨了他好多年，直到去世的时候，老人还被病痛折磨着。